还不起来？你再不起来，我走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关心我的。 证明，证明你就是彭振东。你可以问任何关于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，我都能答上来。我不相信你，我只给你5秒钟，你说不出来，我就报警。就5秒？5、4，你等等。3、2、1。 凭什么让我等你10年？我但凡有一点契机，我都会回来找你。我知道，我唯一能做的。 进来吧。 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就昏倒在公园里了？是不是因为那个韩若飞？笑笑，我答应过宋兰，要好好照顾你的。再过几天，就是你妈的忌日，你这样，我怎么跟她交代呀？佳欣，饭好了，下来吃饭吧。你进来坐。 我有话跟你说。杜凯说的没错，为什么10年前你和我老公同时存在过？佳欣，10年前游艇大爆炸，医生给我做了换脸手术，这张脸的捐献者就是那个精神病。 这么离奇！我可以给你所有的资料和相关的联系电话，你可以去核实。如果你愿意听我的故事，我可以全部讲给你听。说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日本的一个小旅馆里，那个时候你突然间闯进来要看梅花鹿。你谁啊？哎，我们去看梅花鹿吧。 然后，我们迷路了。星空下拍了星轨图，度过了这辈子我最难忘的时刻。第二天，我们去看了相机展。你对我说，第一眼喜欢的东西就要马上拥有，所以，我想你，求婚了。嫁给我吧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韩若飞、彭振东这么像。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坦白？我看到杜凯这么照顾你，我甚至有想过要退出，永远不打扰你。但是我根本做不到。
嘉欣，我真的没办法失去你，所以我应该要叫你彭振东，还是韩若飞？叫我韩若飞吧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了。若飞，我相信你。 你说的对，过去就让它过去。但如果你真的是振东，你就不能伤害乔乔，她是个好女孩。